当来正果，这是文昌帝君得佛的受记，将来一定会证到佛果，文昌帝君自述自己从佛教里面顿悟。切入了不二法门，那这个时候，文昌帝君就是法身大士了，不二就是超越二的对待的，这样的实相清净心，不生不灭的自信，他能够顿超，也就是说他证到了不生不灭的自信。证到了这个，那不是一般开悟了，那就证到了之后，他就有种种神通妙用。他就住在清凉宝山，这清凉宝山就指五台山。以法身大士的身份，仍然继续在这个关顾着民众的疾苦。菩萨的心是以众生心为心，是要解救一切众生的倒悬之苦。当时四川正在患水灾，就是发大水，老百姓都被这个水灾所苦，到处流浪，这个无家可归。再加上大灾之后有大疫，瘟疫流行，瘟疫流行就出现了很多病，很多顽症，像疟，疟属于这种这个结核性的疾病，这原来就叫痨病，肺痨，这些这些疾病都存在。那么，当这个文昌帝君看到这么多遭受病苦的众生的时候，他就变化成一个当地人，这是他能变化了。菩萨这个在圆通章里面讲到二十五圆通，观世音菩萨正道圆教初住上于十方诸佛同一慈力，下于六道众生同一悲仰，他证到了这样的一个同体的这样的自信之后，就能够显现三十二应，有种种不同的化身。你看这个文昌帝君这时候他证到了不二法门的话，就是进入到最低限的是圆教的初住，他就可以变化。他就变化成，就是这个当地的人。首先作为镐师，撑着船来拯救还在水里的数千人，救了几千人，他又变化为一个医生，亲自到生病的家家户户去诊病，也救活了很多人。那么以后就去拜会灵鹫古佛鸠峰古佛，鸠峰就在灵鹫山讲经说法的古佛，就是释迦牟尼佛。我们从这里看到，这时候他所示现的时候是在这个很后的时候了，就是三国以后的事情。但是他怎么样还能去见到释迦牟尼佛呢？释迦牟尼佛不是早就灭度了吗？好，这里面所透显的不是这个样子。就凡夫的眼里看来，释迦牟尼佛灭度了。
就法身大师的眼里，释迦牟尼佛还在灵鹫山讲经说法，并没有灭度。啊，所以你看，我们啊前年也到印度，到灵鹫山看了一下，我们真是凡夫一看，哎，原来在佛典里面对灵鹫山描写的非常的优美啊，非常的什么，我们在我们眼里看不到什么。这就是一切唯心造啊，我们的心不清净了，就看不到清净的刹土啊。就好像我们佛经会看到有太阳，里面有日天子，有月天子啊，这个这都很庄严的啊。我们你看这个宇航员也登上了，也登月了，在这个地球的宇航员眼里，他看到的月球什么也没有啊，哪里有天子啊？这就是个人生活的空间不一样，啊，不能说你人的眼睛没有看到就没有，它还是就在那里，啊，所以你这里是透显文昌帝君他证到了不二法门之后，他就可以到灵鹫山去拜会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叫古佛？他是在无量成点劫又成点劫早已成就的一尊佛。他来这个世间，来也这个地球上啊，阎浮提只不过是一个示现八相成道，不是说就是只有这一期成佛的，他早已成佛的一种就叫古佛。啊，释迦牟尼佛见了他就给他受记啊。受记呢啊，汝于来世当得着佛，号安乐不动，游戏三昧，定慧王菩萨，释迦梵正如来。啊，他的因地的菩萨的名号是安乐不动地，游戏三昧，定慧王菩萨。啊，你看这个安乐不动。表明他的体性，文昌帝君他证到了不动的体性，但是由于他的慈悲心、仁爱心，他由体起用啊，能够在人间游戏，做游戏神通啊。虽然在游戏的神通里面，他的定慧是最高的定慧王菩萨啊，来觉悟一切有情的众生啊。等到他成佛之后，他成为释迦梵正如来。释迦还是能人的意思，表明他一种仁爱心啊。能人梵正表明他一种清净，也有点寂寞的意思啊。梵恨啊，正到梵恨的这种情况，这就从他的因地修行的因行来立他的名号啊。从这里你看，我们就开始捉龙的时候遇到佛来解脱的龙去的苦难，到了这一期遇到佛给他受成佛之际啊，我们为啊文昌帝君啊感到庆贺，同时我们每一个人也得回光返照，文昌帝君将来必定成佛，那么我们在座的诸位当来也必将成佛。啊，因为我等众生也有跟文昌帝君平等的佛性，我等众生还有一个殊胜的方法，能够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如果文昌帝君他不到极乐世界去，还不如我们成佛快的，啊，我们还更早成佛了啊。好，这个暗语里面就讲到啊，灵峰古佛就是灵鹫山的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为现在贤劫千佛当中的第四尊佛啊。这个我们这个劫叫贤劫啊，
衔接呢，就是在这一节的节初的时候，这个五不还天，就叫进居天的天人，发现这一节有一千尊莲花显现出来，啊，这就表明这一节有一千尊佛应化，啊，就叫衔接。那么上一尊佛就叫迦摄佛，第三尊、第四尊就是释迦牟尼佛，第五尊佛就是弥勒佛啊。那么次第下去，这个说他古就是他记录涅槃啊，实际上啊就是他亡古早已时辰的古佛啊。安乐不动的圣号是文昌帝君当了成佛的名称啊。那么正不知尚有经历若干恒河沙尘世供养若干佛而得正此位也。就文昌帝君啊，虽然被授记未来当作佛，但是什么时候能够成佛啊，要经过若干恒河沙劫。这里面摆在文昌帝君面前的仍然有两条道路可以走，如果他靠自力修菩萨的六度万恨，他迟早也能成佛，但是要经过若干恒河沙劫才能成佛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要诚实供养若干恒河沙的佛，要进行无量的菩萨六度万恨之心，等他的福德智慧究竟圆满啊，他的尘沙或无明或彻底断尽，还要有多少劫来修他的相好光明，最后可以成佛，正道这样的安乐不动的地位啊。不是说文昌帝君现在就具有32相80随心好的这样的佛啊。这里我们要注意，比如很多人对西藏的很多啊称为佛啊，你心里要明白啊，他你固然称他是佛，但是他不是在释迦牟尼佛这个层面上的啊这样的一个正位啊。真正的佛一定要断尽一些烦恼，具足种种的神通啊，不是一般人能够自号自己为佛的啊。我们只能说在理上人人具有佛性，但是你不能说哦，我有佛性我就自称我现在就是佛了，不能这样说的，你这样说就大妄语了。就是我们理上具有跟佛平等的佛性，但是在修德上我们跟佛相差的何止天渊万别啊，天渊万别啊，差别。所以我们在现实上我们是罪恶生死凡夫，现在我们一定按照佛法修行才能够断烦恼，最后从理即佛啊，明智即佛，观心即佛，相识即佛，分证即佛，到第六究竟即佛，你才能在那个层面上你才能说你是佛了，成佛了啊。所以啊，从记的角度来看是圆融，从这个分开来看我们啊又有一个修正的过程啊。所以现在文昌帝君的位置还是在玉王大帝，就刀立天第十天之下啊。那刀立天王去望菩萨还是很遥远的，更何况现在文昌帝君相对于佛来说还是更遥远。所以不是说他现在就证到了佛国啊，不是他证的，是给未来受记啊，未来受记。所以我们啊，千万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不要说想尊重文昌帝君，实际上你说文昌帝君现在是佛，恰好是以凡啊难胜的这样的情况的啊。那么这里还要辨识一个啊，如果文昌帝君能够信愿持名求生极乐世界，他的成佛的过程会大为缩小，就不需要经过若干恒河沙劫了啊。
那文昌帝君在菩萨的位置上，如果听闻到净土一法，发起这一念的净信，到极乐世界去，与观音世智、普贤文殊把手同行，他成佛就更快。这就是普贤菩萨以十大愿王。 劝善财童子与44位法身大士求生极乐世界的这种奥妙所在，一生成佛的归宿是在西方极乐世界。我想文昌帝君在我们中国行了这么多菩萨道，在中国净土法门这样的一种广为传播的国度上，他一定会听信到净土法门，求生极乐世界的。 这样也就意味着，我们在座的诸位在这里学习文昌帝君这个音字文，那么我们也信愿持名到极乐世界去，就能够在极乐世界见到文昌帝君。